我的，就从来没有完成的东西。过几天就是佳士得岁末发布会了，我们要不要组织个叶秋应援活动啊？支持大神的时刻到了，费用我全出。我跟你走，留下，好好的。放心吧，我会向他们证明，我才是佳士得队长，是会超越叶秋的。叶秋退役，改用孙翔，这都是叶秋他自己的决定。从今天开始，孙翔就是我们王朝模式的王朝核心。我记得当初你好像说过，说佳士永远不需要我这样的人。现在呢，家事不需要的人是你。小同学，我再来告诉你，你和你爸爸之间的差距，一会儿大家注意听讲，教你学做人。你准备怎么通过成就你的同学？希望下次见你的时候能给Ron加点刺激。如果是叶秋的话，最后那几芙蓉翔天绝对不差。现在就想要改朝换代，嫩点。是吧，你真去星星镇军魔校了？你是军魔校吗？聪明，你的180都很小，还挺好的。800斤的成果就是不一样，谢谢老大。来的东西就变成老大了。我觉得他本人人品很好，就是这家伙。扫在合适的方向，比埋头苦练要重要很多。